界一花一天堂，掌中握无限，刹那即永恒。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世界，用我们的双手彩绘青春。今日我们戴上威尼斯面具，展现我们独特的创意与个人风格。请看，我们班导化身为穿长筒靴的猫，带领我们向毒品宣战。接着进场的是由王崇武老师。